师傅先将碗盘打开一看，黑色发亮的虾软满满铺在炒饭上，超厚一层，完全看不到下面的炒饭。虾软炒饭高级又豪华，还有另外一款，先把炒饭定型，接着把橘色虾软慢慢铺上去，足足100克的虾软下重本铺在炒饭上，厚厚一层，让不少客人看了也惊呼，拌进炒饭之后吃起来更精细。那个每一口都有那个蛋那个爆炸的感觉，蛋比饭还多这样子。每一口咬下去就是咬到它鱼卵在嘴巴爆开的感觉它活过来在你嘴巴跳舞一样。客人都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好像也没吃过，就是炒饭上面铺满整个虾软这样。豪华盖饭一份150，大获好评。店家把 Q 弹的虾软厚厚铺在饭上，不止视觉冲击，更是口感一绝。同样是盖饭，台南这间椒麻鸡饭人气有够旺。掀开便当盒，只看到满满的金黄色鸡排盖住，连白饭都看不到。老板重复动作不快不行，因为后面全是排队民众。排多久了？大概一个小时。觉得划算吗？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吃的东西不怕等，鸡肉很嫩，要等比较久。跟你等多久了？一个半小时。椒麻鸡盖饭100元有找，大块鸡肉超人气，有客人等一小时也大呼值得。各种美食拼命涨价 ，CP 值超高的豪华美食自然成了民众首选。记者赖冠璋、杨世武，台南、高雄综合报道。